第四章啊、嗯，这边是七情，免失是加持，用空加持的空，忽然空更有了光明，陌生的智慧，调和了初见法性的腼腆，羞羞的融合了体型中的我，我不可得我，幻幻的。 现起了如是，那么莲花生大师，本来就从法海的心脸中出生，自性加持着自性，不要远离那根本没有远离的，大悲胎藏莲花生，在自心中永远加持着自心中。 如如的我，马年的十二月，在书圣的商业诗中，举行广大隆重的会供。比丘南开宁波长王之中得赞空行一席，作家纳南多杰敦炯,炯王子梦尼占卜等五人，向莲花神大师顶礼。 绕行并供养了珍贵的曼陀罗后，向莲花生大师提醒到：伟大的上师啊，在所有真言教法之中，都曾说过护持三昧耶识句的戒法是极重要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相续无间地向上师祈请。现在祈请。 嗯，以佛陀的大悲体性为我们及未来的一切有情众生教授，能够诱发我们的信心，并具有广大的加持力，能够使痴迷的凡夫一次祈求升起诸位密咒本尊重的誓愿，使上师您的加持更容易降临，并且使我们能够在昏沉当中。 做定课学愿，而具玉又能简短广大的其请文。经由他们殷勤的祈求之后，莲花生大师微笑的说道：“谛听，藏地学玉的具缘者，真言密乘的出现是十分不容易的。在往昔，即使是家世佛转动法轮之时，也未曾先说密咒金刚称的教法。过去的。” 八亿四千万诸佛未曾宣说，在未来的无数诸佛也不会宣说这些教法，这是因为有情众生的根器尚未成熟的缘故。啊，你看这多书生啊！在过去庄严结先王佛时，曾大力嗯宣扬真言秘法，现在。 贤节中的释迦牟尼佛密法又得到弘扬，在未来花严节时又有文殊佛出现，他会大力弘扬密法。这是因为这三个时节中的有情众生的根器已成熟，所以能够受持密法。除了这三个时节之外，其他时节中都没有密法出现。啊，就是说，在很多节中。 啊，有些大劫呢，就是无佛出世，暗劫；有佛出世呢，但是不一定宣说密法。啊，这一点是非常稀有的啊。因为众生虽然能够修学显教，但是不一定能够听到密法。有些时候呢，呃，佛陀呢就会教化众生，只有这个人天善道的教法，啊、呃，没有这个解脱道的教法。 有一些阿罗汉出世，没有佛出世呢，那只有解脱道的教法啊，没有大乘的教法；有些有那些菩萨出世，那就有菩萨道的教法，没有这个无上密乘的这种教法。所以说佛法也是这样啊，并不是说只要有佛出世就一定宣说无上密法的啊，你们要记住啊，这个众生的机缘不成熟，根器未成熟，嗯，就听不到密法。 所以呢，现在已经获得人生，而且已经进入了真言密乘的人呢，千万不可以懈怠以放逸的心。此时，呃，修学秘法更需要圆满四种药法。如果不得圆满，那么三倍一耶誓句戒就十分容易毁坏，将落入轮回之中，乃至堕入恶道。因为用自己的身心去造作一切烦恼，是不可能得到菩提的。这四种法乃是一。 对于我们身与意三业必须具足强力断绝的口诀，啊，这是个三种业力啊，这是有关于这个主要是解脱到了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必须具足强力断除的口诀。那么二贪嗔痴疑慢五毒烦恼的力量很强大的时候，必须具有了知五毒自然解脱的口诀，啊。 怎么了知啊？无度自然解脱呢？这个口诀啊。第三，若心被浮躁啊、调举、放逸而所控制的时候，必须具有了悟希望与恐惧都是障碍的口诀。四，在清净守护三昧耶界时，必须具有如同力士拉满强弓般的口诀，而密称呢，恰如幽波昙花一般。 是十分稀有难得的，多劫难遇啊！而纵使开花也不能长久，这是因为众生因缘不具的缘故啊。昙花一现，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密法呀，非常非常的稀有。哎，我们一定要珍惜啊！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既然有密法，修学密法呢，需要圆满这四种法要啊，我们慢慢的去体悟。 这个后面接着问啊，大王，你们谛听，这个莲花生大师哈、啊，接着就是给他们开示啊，大王，你们要听啊，在佛法中获得了人生，又进入了真眼密尘之门，现在要在此生中真的无上菩提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清净，守护着根本及自分的三昧业界，如果不能守护。 啊，世俱借着就宛如寻找资身的甘露药，却拿到了毒药一般。而要守护三明业戒就必须具备真实的信心、精进、智慧。啊，这个信心啊，就是要不动摇的，真实的信心啊，还有精进、这个。这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成为密城的法器。 啊，他特别的强调哈，信心，信心是要绝对的。哎，有些人信心是留在表面上的信心，那个不行的、啊。信心是什么呀？什么信心？你们去学习哈，如何一直善知识，你就知道什么叫信心。地址上你具备不具备？你不具备，就说明你信心不够。 啊，你先把地址相好好看一看哈、啊，有些人都没认真看过，看完了以后，他不可能是这样的呈现啊！怎么呈现的？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这很可笑的呀！啊，你你自己在无名当中都不知道，非常可笑。嗯、啊，还觉得自己很不错，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说呢，这个信心，大家慢慢的去通过这个正较量去。 对照自己，像一面镜子一样，一照你就知道你的信心在哪里了，是吧？他说：“我有信心。”啊，你有信心？你有多大的信心？啊，经常是一滴鸡毛的事啊。但是呢，烦恼一来，信心就九霄云外去了啊，什么信心都没有了。如果没有信心啊，就不能成为法器；如果没有精进啊，那么就会堕入凡庸的生活。 啊，特别是在解脱道的路上，刚开始从处离心，啊，进入解脱道这段时间是最关键的时候。啊，一个人好不容易要超越轮回啊，摆脱三界的一切残酷一切这个诱惑，还有些欲望，你想摆脱，啊，你没有非常好的处离心，你修不下去的，你就会堕入凡庸的生活。 不可能精进的呀，所以说又开始从解脱道就叫勇猛精进，为什么呢？有因为就像这个拉车一样，有一万匹马把你往世俗拉，啊，你不在深潭里面，你不依众靠众，你想自己解脱生死，那是不可能的事啊，绝对不可能，除非你上辈子就是正果的啊，你已经挣到了出国以上的国位。 那要好一些。凡夫啊，你要说我我自己一个人修能解脱生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你要从小乘进入大乘这个菩提心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有些人修小乘，修着修着就迷在里面了啊，自己解脱的很自在，很清安。 嗯，禅定的快乐也很多啊，然后呢，无我的智慧也升起来了，然后他就自娱自乐了啊，自娱自乐去了啊，所做一半啊，然后就露面，不愿意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多难啊,啊，好不容易从那个红尘中就跑出来了，解脱生死了，你又要回去是吧？有几个愿意回来呢？还得回到红尘当中去。 跟众生打混，啊、嗯，落草为寇，好不容易是吧？做从良了，那又得做贼去，啊、嗯，你去做，你得做啊！你那个时候当然了，你得先解脱，你自己不解脱，你你要是跟众生又回到啊红尘当中，你马上就啊、嗯、被众生的烦恼给淹没了，你根本就没有一点力量啊！巨浪滔天了，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用啊？是吧？大浪一下就给你淹没了。所以说发菩提心也是不容易啊！啊，这都是信心的表现。你有多大的信心呢？你有多精进？啊，第三没有智慧，那么呢，将不知密咒道的见与行的甚深差别啊，见和行的差别在哪里？你不知道啊，正见还有你的行持。 嗯、啊，他们差别在什么地方？啊，这密咒道呢，它是特别注重实修的，啊，用这个咒音来加持你的这个气脉，嗯、啊，然后呢，去跟佛菩萨相应，那么这个很不容易。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你没办法鉴别你的证件，还有行持的深浅，啊，你有多深浅你不知道，自己呢很无知。 嗯，很容易堕到这种小智慧的那个境界里面，不能够完全嗯、呃、跟佛相应。密法是为了具足信心与恭敬的友情而实现的，所以对教授自己密法的上师，应当视为佛陀一般而如实的起请。说完之后，莲师入于圣深的三摩地中，属于大众上师的三生的起请文。 你说：“哎，世事如佛啊，我也世事如佛了。”哎，其实你没有做到的呀，你做到了吗？如果真佛现前了，啊，你想想，如果真的释迦牟尼佛就现在眼前了，你会怎么样？啊，如果观世音菩萨真的现在你眼前了，你会怎样？你想象一下，我们那个眼前的这个观音菩萨的像、啊、变活了。 啊，然后下来了跟你讲话了，孙悟空，你又不听话了，嗯、啊啊啊，那你怎么样、啊？嗯、啊，你就是那个猴子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观音菩萨真的现前了，你是怎样的？啊，没有那么简单吧？以、这、说、个、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啊，有多深的信心，要慢慢的去修啊。 啊，随着自己的修行，像我们原来在上师身边，我们自己的体验，因为我们是走过来的呢，我们都看得到的呀，是吧？我们自己原来二十多岁的时候，一直上师的时候，在上师身边，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哪里敢放肆？师傅说话，哪里敢开口？都开口都不敢开，师傅不让你说话都不敢开口。啊，所以这一点你们应该向德勤师学习。 然德兴是来了一年，刚来的时候经常当逃兵啊，弄不到生气了就跑了，烦恼来了就控制不住了。啊，但是呢，他这一点啊，至少他在医师方面，我觉得他进步特别快。我自己在二十多岁年轻的时候，医止上师的时候，就是像他这样子，战战兢兢的，那如履薄冰的呀，那这是不敢动念头的呀，哪里敢动？就像那个佛在你面前了，你还敢放肆吗？ 不要说你看到佛了，你就是看到皇帝来了，你像一般世间人看到皇帝，马上就腿都打抖了都。啊，世界人是不是这样的？是吧？你要听说皇帝要召见你，还没进宫呢，上台阶，台阶都上不去了都啊，就腿都打抖。真的呀，很多人家皇帝要召见，都、就是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啊，你不要跟说见到佛了，见到佛你咋样？你会是什么样子呢？ 没见过，要好好修。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境界了啊。我们是过来的人啊，看到你的样子就知道了，你修成啥样了啊？啊，所以说我们修行呢，不要要有自知之明，看清自己是最重要的呀，一定要看清自己，对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啊，所以你不学你不知道，你不是过来人，你不知道自己的境界的啊，你不知道这个医师的次第，医师也是有次第的呀。医子师父的时候，你这随着你自己修行的这个进步，这个过程你就知道一步步的啊。你看我们原来老道场呢，来了八九年的弟子，是吧？他们的体会是很深的呀，你去问问他们你就知道了。 啊，我们道场有些人来了八年的、九年的都有啊。问问老弟子，你们就知道了。在这个道场能待到现在、啊，医治了这么长时间没走的，也有不少啊。啊，你就问问他们，啊，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们就知道了啊。再过几年，你就觉得自己现在很可笑了。 所以对对，教授自己秘法的上师，应当视为佛陀一般如实的起行。说完之后，莲花生大师入以圣圣的三摩地中，所以以大众上师三生的起行文。莲花生大师说道：“你们应当以下的起行文，恒时向上师祈愿：‘阿嘛火，离系法身差度众，无生法性离三世。’” 无作圆满大乐身，大悲如空周法界，上师法身无其情，起敬勿惊莲师前，任运大乐刹土中，生于事业功德，五智缘具如来身，吾爱悲心随缘现，上师报身无其情，起敬勿惊莲师前，说破清净刹土中。 缘起大悲是力生，调伏方便随行愿，过现未来三世如上是化生我其请，起敬悟经莲师前，现未中有次加持，轮回苦海喜旧度，令缘旧境无生意其次是出是成就。 你们应当如是恒常不断的祈请啊，要祈请啊，祈请莲师。我们每天都有念，现在经常念这个金刚七句啊，还有这个啊，莲师的祈请有很多种版本。这个时候，赤松德赞王接着祈请到伟大的上师啊，祈请你为我们及未来巨星的众生宣说在成婚之中祈请三世。” 诸佛赐予加持，并能消除此生障碍，后证大手印啊，殊胜成就的起源法门。莲师慈悲地说道：“大王，请谛听！要马逊佛法殊胜，商耶识，特别殊胜山，三法事，世尊能能吃刹土金刚密乘教法现妙法大宝乌七请。” 其境乌金莲丝前，自成无上法尔功。三十诸佛密意照，拉杂邪道违法界，六道有情助苦境，悲心殊胜无其情。其境乌金莲丝前，杨柳宫中殊胜殿，一切如来聚海会，西真怀诸事事业。 颠倒魔中具降伏，三十诸佛无其请，其境无经莲师前，马拉亚山天铁峰，珠玛扎摩现超度，玉罗刹中加持护，真言教法最本初，书生显圣无其情。 其境无净莲师前，无上法界体性功，无生无灭法性生，诸法清净从本来，即心即佛，心作佛，普贤王佛悟其情。其境无净莲师前，大乐至成净土中，于此静静法界智。 毗奴则那圆满身，佛身眷属自围绕。佛部甚众，无其情。其境无经莲师前，东方妙喜净土中，称慧净境大圆境金刚萨脱圆满身，佛心眷属自围绕。 金刚胜中我其情，其境无经莲师前，南方取得净土中，我慢静静平等智，宝生如来圆满身，佛功德主自围绕，宝不胜中无其情，其境无经莲师前，西方极乐世界中，贪欲静静。 妙观智，无量光佛圆满身，佛以眷属自围绕，莲花圣众无其情，其境无经莲师前，北方事业圆满土，基督净净成坐智，不空成就圆满身，佛事业主自围绕，结摩圣众无其情，其境无经莲师前，空现光大。 月亮宫相互烦恼五毒殿，广大书生愤怒尊，无不善事现围绕，普贤迎学尊其行，其境乌金莲师前，悲现广大月亮宫，主导居奥母魔殿，圆满殊胜迎雪尊，智慧事业。 母围绕书生，妈母众其情。其经乌金连丝前，蓝黑三角自然功。足踏马扎身垫上，自行金刚饮血真自奋饮血卷围绕。吉祥饮血真其情，其情乌金连丝前，蓝黑耶现诸福功。 足踏阎罗水牛殿，文殊怒相大威德，高傲愤怒永世扰降言魔众，五其情迄今五净莲师前，红黑三角怀爱宫，足踏男女黑魔殿，爱然冥王莲花尊，莲花愤怒众围绕。 马王怀爱重其情，其境乌金连丝钱，结火自然月亮宫，主他傲慢难谋殿，吉祥如同金刚护，向我使王受受饶，普巴金刚重其情，其境乌金连丝钱。 莲花怀爱月亮宫，乌塔莲花盛开殿，有坏护主无量手，无时圣众自围绕。金刚手中我其情，其境乌金莲师前，生言失灵月亮宫，竹塔仰卧地拉殿，金刚亥母大智怒，天女空心众围绕，金刚相应母其情。 其境乌金莲师前，引度金刚座宝殿，第十因果势利生，三藏经典法传述，生闻菩萨自围绕十下十尊，悟其情。其境乌金莲师前，达那郭下龙宫中，大悲力现利生来。 以佛密意六道托，悟空行天女扰，继续金刚悟其情，其境无经连思前，中国五台三宫殿，佛身化现妙吉祥，上下四方生立生，生菩萨中自围绕，妙吉祥中悟其景。 其境乌金岩丝前圣地，普陀三宫中，佛以化现观自在，上下四方欲立生。与菩萨众自围绕，观自在中无其情。其境乌金岩丝前圣地，杨柳宫殿中，佛以化现金刚手，上下四方亦立生。亦菩萨众自围绕，金刚手中无其情。 其境乌金莲丝前，上方尊顺圣殿中，圣庙吉祥新密意，与地势经降密咒，十万大众现正佛，天池民众乌其情。其境乌金莲丝前，下方大海深幽处，圣观自在心密意，安住龙王净降咒。 十万大众现正佛，仁慈民众悟其情，其境乌金莲石前，火山自然山顶王，圣经刚手心密意，敌不王国降密咒，巨猿人众正菩提，仁慈民众悟其情，其境乌金莲石前，西方乌金怀爱宫。 佛陀身于意化身，利众生，降旃不住，持名空行智围绕，莲花生中无其情，其境无经莲师前，发报化身再化身，过现未来三十句，诸佛持明菩萨前，吾身于意是恭敬，一心其情无疑惑。 其境乌金连师前，莲花生大师开示了七情文之后，告诫赤松德赞王说：“大王啊，千万不要被此生的名利散乱你放逸的心所困扰而影响恒常相续的七情，你应当了知一切密法的根本就是三昧耶界。而三昧耶界的根本。” 就是在于圣洁、恭敬与精进啊，这里说的很清楚。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有智慧啊，对佛陀的智慧要有殊胜的慧解。我们说要悟啊，要解悟，悟透了，就是完用圆融了哈、啊。那么这个圣洁是很重要的。 首先要有圣洁，就是对三明业见，一个见要理解透彻，对佛陀这个密意啊，你能理解得到啊。然后是恭敬与精进。恭敬就是对上师三宝的恭敬，还有精进。这二者的根本啊，则在于对上师一本尊无间断的齐请。那么呢，恭敬你自然就会齐请了啊，不用说了。精进。 那不用说，跟相应啊，不断的齐请啊，时时都在齐请，从早到晚啊，走路齐请，睡觉齐请，是吧？任何时候都在齐请。上师和本尊，上师，你不要想一个有相的啊，你就说刚开始的时候，你的烦恼一生重的时候，你还是想有相的啊，想化生活。嗯，你要是再清静一点，就可以观想报身的了。 是吧？如果你的智慧是开起来了，你可以观想法身的，啊，上师的法身，跟上师的法身、无相的法身相应，是法报化三身，最后能融为一体而相应，是法界体性身，啊，嗯、啊，你看你相应到什么程度啊？啊，你刚开始只能跟化身相应，化身你还不能智为实有，啊，智为实有没办法相应了，卡住了。 啊，你智慧实有怎么相应啊？啊啊，先跟化身相应，哎、啊，这个都是要恭敬，然后希求啊。如果能精进的修持，那么此生必将挣得大手印的殊胜成就，且着智慧空行一息，作家做到伟大的上师啊，在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的插图之中，大乘真言密称的教法对于所有的众生的恩德是无边广大的，而大师你的身相其实就是一切本尊身的体性金刚卢曼尊，你的语言则是现大乘教法来引导众生，你的心意。 具有如同日出虚空般的甚深密意，依乃是前佛的总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成不了佛，有很多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遇到嗯宣讲秘法的佛。你看，很多佛出世不讲秘法，哎，你只能成就一个菩萨啊，只能你经过很多劫、很多劫，哎，碰到有一世，哎，这个佛讲秘法了，哎，你基本上可以成佛了。 就像这个读书一样的，你只能读到研究生、博士生，没有课程，博士生的课程不讲，啊、哎，没这个因缘学，啊，你也没办法，是吧？不是佛不讲，你这个因缘福报不够啊，啊，因缘不具足，所以很多人学大乘玄教的这些菩萨们呢，会甚至会诽谤密法，为什么？因为他没听过，他亲近过啊。 千个佛万个佛，但是都没有听过佛宣讲密法，他的八十天里没这个种子，所以说他遇到密法他就开始讲佛都没说过，密法不是佛说的，没这个说法他就开始诽谤，啊，这也很正常。就像那个，啊、呃、小乘的弟子也是一样，有些小乘的声闻弟子啊，没听过大乘的法教也是一样，啊，否定大乘的教法，他的八十天里没这个种子，没这个善根。 对，你们都是有大福报的人哈、啊，能够听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名号啊，你们都是有大福报的人啊，能够有升起信心啊，当然要有信心，没信心是吧？你像莲花生，那莲花生不就是一朵莲花吗？啊，那样想就没有意义，嗯、啊，嗯，他是莲花生是吧？那我是莲花开，嗯、啊，你就这样想。 所以大家呢，对密法要升起极其殊胜的这种想法啊！好多好多佛，千佛万佛出世都不讲密法的啊！这辈子呢，能够接触到这个真言称，能够啊听闻到这种密法的这种种子，虽然我们这一世不一定能成佛，但是我们跟这个密法种下了这个种子，都是极其重要的啊！你以后啊、呃，就会遇到佛出世给你再宣讲密法。 啊，你没有这个种子，你就佛啊，佛来了走了，他跟你讲一些显教的法就走了，你只能听得到显教的教法，你听不到密法。为什么呢？你过去是没种过这个种子啊，所以千佛万佛呀，没有遇到过密法，你就没有这个种子啊，没有这个种子呢，你就以后遇到了佛你也得不到这个传承啊，他不会跟你讲的，因为你没这个种子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啊，给你们种这个密乘的种子啊，成佛的种子，这是真正的成佛种子啊！你们前面只能说还是发相对菩提心是吧？当然也从原教上讲，都是一佛乘的啊。但是啊，那些呢还只是是加一下，还是不能够寄生成佛的啊。大乘的显教的教法，如果只学到那里是成不了佛的。 啊，你必须学到那个地方，接着要学这个，啊，真正的这个，啊，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啊，才能够圆满成佛。现在祈请你赐予我言简意赅。 具欲广大，密意深奥，而加持力大的总持教法，是我等仅需向你祈请加持力，即能宛如虚空的慈云一般密敷而来。未来如果我等凡夫信众在藏地祈请时，你能够立即有空行插图，悲悯我等而降临血域，其情赐予具足大加持力的祈请文。啊，我们每个月我们都、啊、是吧，做点施会供。 空行之母谛听，三界一切有情都因为烦恼而妄想分别，并执着内外二相而迷惑。啊，执着外相。我陈述一切法生如来的加持力，受用圆满报生佛陀的灌顶，再加上所有化生佛以诸菩萨众的抉择之下，来到了南瞻部洲。 尤其今日，为了在西藏黑暗之地广传佛法，并且引导以秘密真言果称有缘的众生，所以在珍宝海洲之中的莲花内，以自然化身的方式实现。所以，任何具有福缘的众生，只要缘具信心，啊，这个信心要圆满的信心，啊。 以可养之心向我祈请时，由于因果缘起、事愿殊胜的缘故，我的慈悲将立即加持受用。所以，空行祖母，你应当以信解恒常无间地向我祈请。信解啊，刚才说了信解，就是申请了殊胜的解悟，然后呢，申请了这个信解、信心。 这个时候，莲花生大师脸朝着西南方，身上用着各种珍宝与古式庄严，右手摇动头骨所制成的小皮鼓，左手放在空行字母一膝坐家的头上，说道：“艾玛、哎，后面向日轮西南方，圣地金刚座西北，食肉罗刹妙福州。 三世诸佛所加持，殊胜周岛我祈请，起敬乌金莲师前，往昔初结过去时，诸佛马扎列八片，加持八处密法地，心落乌张纳禁故，缘起胜处我祈请，起敬乌金莲师前，金刚亥母加持地，天女空行集会周。 密咒本因明利利，敌比触迹证菩提，特胜圣,圣地我祈请，起敬乌金莲师前，同色吉祥山如心，根入龙王驻地境，山腰宏达空行境，高危峰顶抵凡界，殊胜山王我祈请，起敬乌金莲师前。 吉祥山峰赤然巅，东水经南浮琉璃，西方红宝北地清，明无内外月亮宫。西有圣宫我其寝，起进乌金莲师前，大月亮宫四八余，上下妙宝巧筑成，回廊阁网乌四角，各显四世业妙色。 天成月亮宫请，祈请起敬乌金莲师前，强界强缘应落网，半璎网强显五宝，四门牌楼法轮式。诸种妙宝是庄严，宝月亮宫我祈请起敬乌金莲师前，如意宝树甘露泉，五色彩虹如云覆。 莲花光明满空中，锦衣笔处获大乐。莲花光宫我祈请，祈敬乌金莲师前。大月亮宫之内部，八角妙宝日月殿，盛开无贪莲花上，莲花生源佛总集，自然化身我祈请，祈敬乌金莲师前。西增怀珠四事业。 声色应指势无定，神采光明胜千日，威势远胜须弥山，殊胜化身我祈请，祈敬乌金莲诗前，一枝化身遍世间，眼目如日月圆睁，大悲事业迅闪电，甚身密意等虚空，甚大悲者我祈请。 起敬乌精莲师前，怀爱法行利众生，庄严笑言幻神俊，雨妙音胜千龙吟，密咒甚深法音宏，宣泛音者我祈请。起敬乌精莲师前，四方八余大化身，足踏颠倒敌障殿，身语意功德事业，五步如来怒降魔。 八大行法重其请，齐进乌金莲师前，四方四瓣莲花座，四部空行四神众，师灵庄严俱无疑，妙言花式系资历，空行父母我其请，齐进乌金莲师前，大月亮宫四回廊，隔网强莲持明行。 众神天女如云覆，奉珠外内密供品。空行天女我祈请，祈敬乌金莲师前，宝月亮宫供台上，供养天女如云密。六欲妙供遍世间，普贤供云供如来，功德圆众我祈请，祈敬乌金莲师前，大月。 量功四方门，四大天王受教行，鬼神八部仆役使，如微尘般伏外魔，守护甚重我其请，起敬乌金莲师前，哄，莲花身与空行众，十方三世佛赐见，大智尊莲花如曼，持名空行敬起降。 俊发曼吉妙庄严，宝饰甚多轻身翠，狮林古寺妙音响，众宝音声乐奏鸣，本尊甚重轰声红五步空行五变空，勇父神武铠甲响，天女空行如云涌，八部护法行如电，千大铠甲声不断，右诸富婿。 演流畅，左母续海悉精列，空中起散随飘扬，妙父熏香弥散漫，空行秘密复音唱，永复歌声满嘹亮，轰鸣歌清便充塞，猛烈胚声极嘹亮，我及一切六道众，行悲妙见起降临。 慈悲意念起降临，我等为证菩提前，起除魔邪中断障，起赐殊胜共成就，由轮回苦海中脱。错家，你应该依如实的信解而祈请。我莲花生除了利益众生之外，此生已经没有其他目的了。由于誓愿的缘故，所以我来到西藏雪域。 给予具性的众生真实的受记。接着又说道：“就祈请的法门而言，如果能够了解过去诸佛菩萨的本身传记，则能生起恭敬之心；了知其功德，则能生出不坏的信心。在心中了悟、您悉圆满了之，那么加持力就能入于身心而受用。” 心念远离犹豫与怀疑，那么所愿就能成就。这时，比丘南开宁波，接着祈请道：“伟大的上师啊，请您为我宣说向传承上师祈请，以了悟法界一切众相，即是本尊与空行；一切声音即本尊佛语，而任何升起的心念。” 基于法性中自然解脱的祈愿文。那么刚才又讲到这个祈请的法门呢、啊？嗯、啊，如果能够了解过去诸佛菩萨的本身传记，那能升起恭敬之心，了知其功德，能升起不坏的信心，在心中了悟，啊，悉圆满了知。 那么加持力就能入于身心而受用，心念远离犹豫与怀疑，那么守业就能成就。啊，活菩萨没有虚言啊，真实不虚啊，这一段文字很好，你们慢慢要多体悟啊。就是说，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学莲师的传记。 啊，本身故事，这就是很重要的哈、啊，就是让我们对莲师呢生起信心啊，恭敬之心啊，了解他的功德，哎，这个很重要。我们学莲，我们是学那个释迦牟尼佛大传啊，其实传记里面都是在讲修行，还有学这个祖师大德的传记，对我们的修行都是很有用的。 啊，不要觉得他是讲故事啊，没什么用。其实每一句话都是在讲修行，讲我们怎么样的意识，怎么样的相应，怎么样的解啊，去除怀疑，非常有意义啊。比丘南开宁波，祈请莲花生大师宣说传承，医疗物法界一切众相即是本尊空行，一切音声即是本尊佛语，而。 任何升起的心念，基于法界中自然解脱的起源文。啊！莲师熙然微笑，安住于法界无比的广大体性中，而、呃、宣说道：雅玛火，提醒普贤王如来五种第六金刚持利益六道菩萨身法报。 化身三元句，南开宁波啊，你应当如此相续不断的祈请。只有掌握住体性明觉的诀要，在以上是体性绝无分离的情形之下，能圆满大乐现空的境界。这个是密法了。 他跟南开宁波讲开始，南开宁波本身就有非常高的正量了，啊，给他传承这种大圆满的密法了。要修大圆满呢，本身就是要消除啊世间的一切的贪嗔痴疑慢的业习，破除人我执、法我执，还有菩萨的这些微细的执着，最后才能够修正大圆满的修法。 这个时候呢，多觉顿炯其情道：“伟大的上师，你是一切诸佛的终极之身，一切诸佛的终极之语，一切诸佛的终极之意，并记住一切诸佛终极之大悲。你的名号莲花生，原就是诸佛的体性，再也没有比你更殊胜的了。为了我们及未来众生的利益，祈请你依据自身视线及成道的情形，开示。” 能导引众生升起恭敬心、自信心、圣洁心，并且具足加持力的其情为。啊！敬请你慈悲的赐予。谛听密咒道的语却是啊，我的视线已成道是不可思议的，数枝不能穷尽。现在呢，仅少分的。 诉说我在南瞻部洲的西西藏所化现的立身的情形，基于有信心圣洁的人听闻，你们必须相续不断的祈请：亚马火、妙福小猪罗刹果、性都、河海会岛上、安子龙王处上方、开福莲花上出生。 啊，这是讲他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啊。金刚伏魔多劫、尊炯，你仔细的谛听，一念我的事迹，并向我祈请。此生我莲花生必定会给予加持，后世也必然引导他们入一菩提道中圆满成正。这是王子，牟尼赞普。 就提醒到伟大的导师莲花生啊！你说过，在未来五百浊世到来之时，一切众生因为恶缘的缘故所行所受，唯有痛苦而已。现在，请你悲念，嗯，这些末世众生，至于他们在无边苦痛时能得到救护的祈请文吧。啊，这个所谓的。 未来五百卓世啊，就是这个佛法的最后的五百年啊，在很多经典上都有预言。那一般呢，按照密宗的说法呢，就是说，嗯，佛法呢是五千年啊，五千年以后呢，就真的没有正法了。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句阿弥陀佛啊，还有可能地上看到那个玛尼堆呀、啊。 为什么呢？现在的主师大德还刻那个玛尼堆，唵玛呢叭咪吽，用那个鹅卵石刻起来，其实就给后面的众生种个善根啊。有人看见了还会念一句唵玛尼叭咪哄，就种下一个善根啊。所以说，西藏人那些大德们就刻这个玛尼堆，因为这个玛尼堆呢，可以上千年的然后保存。就是按照这个佛法说五千年的话，现在是三千年了。 应该说，未来的一千年呢，还是可以啊，还能够很多善知识啊。再下一个一千年呢，善知识越来越少，到最后五千年过去了以后呢，就剩下最后五百年，斗争坚固了啊，所有的佛经都没有了，然后呢，嗯、呃，没有出家人了。那个时候呢，还剩下少部分人的有一点善根的人呢，还能够看到阿弥陀佛，还会念阿弥陀佛，念一句。 还能够看到这四个字，世界还听说过有“佛”这个名词，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佛是干什么的啊，没有了，什么出离心啊，什么根本就没有了，所有的教典都没有了，两再过两千年啊，那那个时候的人类啊，可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像现在的非洲一样，就是像非洲一样那样的生活啊，大家都变成那个样子。 啊，并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前两天我还发了一个短片啊，给你们看，在群里面看到一个啊，就是非洲人，啊，他们生活的很幸福，没有政治，也没有经济，啊，也没有文化，啊，靠天吃饭，听天由命，他们真的是啊。 哎，没有佛法呢，未来的人类就是那个样子的啊，这是肯定的。你们再过两天可能就可以听得到，因、嗯、后面就会讲到了啊。莲师也好，佛陀也好，对未来都有预言的啊。谛听，嗯，王子啊，如果没有热病的存在，就难以显现出止更的清凉药力，没有信心的田地，菩提的芽苗。 便生长不出。心中如果不能信赖上司您完全了知我心的话，那么三宝的加持力也将远离。迪挺王子，佛菩萨是相续不断的从事立身事业。啊，说得很清楚，佛菩萨立身的事业是从来没有间断过，无时无刻不在利益众生啊，并且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啊龙天护法。 但是众生他就不受不得度啊，不相信你就是没办法了，不相信你啊。真正的善知识哈、啊，就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是圆融外的。哎，你们可能还没有接触啊，有些跟师傅接触的比较少，像我们过去接触上师，我们的上师也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大上师哈、啊，他都是对世间法非常的通达无碍的，啊，对出世间法和世间法都是非常通达的，不是说只会啊，只知道这个出离心是吧？然后呢，修修解脱道，那个还是小菩萨了，初发心的菩萨。真正的大菩萨们，他们都是对世间法的都是非常通达圆融的啊，什么都会，什么东西一看就会。 那才叫智慧了，是不是？那你只会打坐，像个木头一样，是吧？木桩子一样往那一坐，那个有什么用啊？那、嗯、个没有用的。佛法呢，跟外道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佛法不光是可以入定，它还有大智慧、大妙用、大功能，啊、嗯，不像外道，外道就入定，是吧？或者修长寿，或者修那些所谓的神通啊，会飞呀、啊。 是吧？或者是天眼通啊，这些这个有什么用啊？然后他们的心就是静，只有禅定，没有智慧的，那个是不起作用的啊，那个不能起大妙用。谛听，王子、佛菩萨是相续不断的从事地生事业的，但六道的五毒我执力量却是那么的强大，所以轮回也就无法止息了、啊。所以作为一个菩萨呢，他要既要跟众生同事。 啊，要同事的话，你肯定要比众生做的更好啊，是吧？你要做的没有他做的好，那众生会对你升起信心吗？你做世间法，你做菜要比他们做的好，是吧？你扫地都要比他们扫得好，啊，你种田也比他们种的好，那才是菩萨呢。菩萨做什么都要像什么，啊，不是那样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啊，那、这个好像教什么都不会啊，教都教不会。 这个有什么用？你这什么菩萨？是吧？你看很多菩萨在世间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他们都比其他的众生要做得更好一些，他们的心量更大一些，他们的智慧更高一些，他们的福报也大一些，他们做事呢做得更精细啊，更准确啊，判断事物也更快更准，这才是菩萨是这样的，对吧？ 虽然可能比佛菩萨比不了，但是呢，比一般的众生聪明、心量还要大，人还要厚道，哎，啊，这就有智慧，这才是能够领导众生的。不是说这个讲经说法，坐这里讲讲经是吧？照本宣科的念念经给你们啊，那就是修行，啊，那个还是读书阶段，啊，就像我们读书一样，那还是学生。 啊，真正的善知识他不是学生的，他不光是要会讲经说法，他还要有实际操作能力，干什么都要像什么，那才是真正的要度众生呢，是不是啊？那你作为学习阶段，你当然了，就像小孩子读书一样，你你小学、初中、高中是吧？那是你还没有还不会操作，你要工作的呀，在工作中不断的积累经验呢，啊、呃，才能利益众生的呀。 啊！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啥德行？啊，吃饭都会吃，知道是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啊。叫你去做就不会了，这还行。说你连饭都不会做不好吃的人，你肯定不是菩萨。我告诉你，啊，我敢百分之百的肯定。你饭要做的比普通人做的更好，所以说这大厨啊，一级厨师肯定是成佛这块。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出状元。这个状元一般都是佛菩萨。我告诉你，就是哪怕是种个地，他种地那些经验，都是他总结出来的，他会教你怎么种。所以说，你们要想学菩萨哈，不是说懂得一点空性的道理，念两句就有用的。嗯，说明你还是小学生、初中生，那了不起了，就算好的了。 呃，你们好好的要想想啊，自己，呃打坐当然也需要了哈、啊。打坐需要一定的禅定力，那么你做事的时候，你才能够不焦不躁、不浮躁，是吧？做事呢，才有记忆力。这个心的这游走，像猴子一样的人，他做事那个记忆力，我看有些人的记忆力，那跟鱼的记忆力差不多，是吧？只记了八秒，过了八秒就记不住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样的人都很多呀。 这个莲花生大师接着对王直说：“王直，你如果希望后世的西藏人民能够从痛苦中解脱，那就应该要将坚定上师完全了知我心的信念，以及将生与意全心交付给三宝的训示，流传给子民，并以恒常相续的恭敬圣戒心来祈请吧。”啊，给这位三位大德哈，都是。 开始了怎么样的祈请？接着说到亚马，焰摩虎西方极乐净土中无量寿佛大悲运立瞻部周有情十方诸佛齐加持。此时，一旁的五位齐秦者立即向莲花生大师啊呈上广大的供功，并顶礼围绕。呃，祈请道：“伟大的上师啊，你。” 宣说了如此殊胜广大的祈请文，第一切有情，你的恩德实在是广大。为了使这些祈请文不被世俗的啊繁杂音声所染污，并使现在未来的众生被痛苦所伤害时，能自然的意念大使您，这是要向你祈请时，应当用怎样的语音，应当如何行使才是最好的呢？请你赐字 这是上师莲花生大师慈悲地说道啊，虽无欲断轮回众，圣解净心常起请。啊，首先是要有很好的处理性，所以叫欲断轮回众。专一可养如是因，如何呼唤父母声。啊，就像那小孩子啊呼唤父母一样。 如同琵琶笛妙音，昼夜六十很喜庆啊！小孩子哈看不到父母，你们就知道那种可养的心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心，那就好办啊！你们大家都做过小孩啊，就是走丢了，个意念力很强。 莲花生大师昼夜六时恒起行的妙音，恒住在大众的心中，唤起了无上的种子。而这殊胜广大的祈请文，也在莲师行者的心中永远相续的现起起愿。啊，莲师、佛菩萨确实具备这样的功德和能力。啊，任何时候祈请，他就在你的心中加持你，你要相信。但是很少人相信。 啊，说起来都是我相信佛菩萨，但是真的遇到事情了，就惊恐、愤怒啊、嫉妒、烦恼全都来了，忘记了莲师，忘记了上司、嗯、早就啊，心里面一团火，把上司给烧跑了，上司都是被你烫着了。嗯，心中有火呀。 所以说，我们自己啊，你真的要是七情上师有信心的时候，你的心马上就会清凉的，啊，马上就清凉下来了，心马上就静下来了。所以要学会起情啊，没信心，你当然不会起情啊，你本来就没有信心，你根本不可能想得起来起情这件事情，是不是啊？就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一样。 嗯，他不可能知道叫父母的。嗯，小孩子对陌生人也是一样，他不会相信他的，是不是？他不会去喊他的。所以说，嗯，缘分也是很重要的。嗯，小孩为什么会丢失了或者挨饿了？是首先想到就是自己的父母呢，对吧？这个是需要培养的呀，这个、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呀。他为什么不喊别人，不想别人呢？ 所以这个要需要缘分的啊，父母对孩子的全心的呵护，所以孩子呢很快就记住了，记住自己的父母。但是人类呢很容易忘恩，不如狗，那狗是很忠心的哈。啊，你看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也是说这个杀自己的狗，拿个砖头。 到这个脑狗脑袋上砸下去，啊，砸的满脑袋的流血。但那个狗啊，受到惊吓就跑了。但是呢，那个主人又召唤那个狗回来。那个狗呢，又害怕，但是还是慢慢的向主人靠近。他就想，这主人怎么了，是吧？为什么要砸我呢？啊，但是它并没有跑掉，嗯，脑袋流着血，还是回到了主人的身边。啊，主人又把砖头又把它砸死了。 看到这样的视频，你看这个人类，啊，这就是人类，所、啊、以现在人类不如狗啊，啊，这个忠心呢、啊，你看这主人把它砸死它了，它都心甘，它都不走，啊，那么人类你们不行是吧？你看把你养大了，那父母说你两句，甚、就、至、是、父母有烦恼的时候，可能在你身上发泄一下，你就嗔恨父母了。 啊，甚至就是不理父母、不远，不要父母，这样的人就很多。这样的人，那父母也是凡夫嘛、啊，他也是有烦恼的呀，是不是？他有烦恼的时候，你就念不起他的恩来，是吧？他有烦恼的时候，你应该去呵护他，是吧？去爱护他，然后尽量的减少他的烦恼，多给他一些爱。现在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啊？ 父母也是凡夫啊，对吧？你怎么样爱护他，让他减少他的烦恼呢？老了，特别是年纪大了，是吧？老人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了，肯定会有烦恼。很多人都造了一辈子业，为了抚养我们呢，为了养育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嗯，老了的那个烦恼还是，就是啊，又没有学佛，没有修行。 所以没学佛、没修行，到了老了都是烦烦恼恼的啊！这这个不光是身体有病，他那个心理上大部分都有一点点病。他不学佛的老人家哈、啊，到了老了以后，他都会变得这个怪怪的，心理上都有疾病，啊，不光身体不好。所以说呢，老人就很可怜了啊！他不学，学佛的老人就不一样。 啊，如果从小就学佛的人啊，老了以后他会越来越慈祥啊，越来越好。这个不学佛的人老了就越来越差，这是肯定的。我们原来算命都是会就算得出来，所以一看他的八字，再看他的大运，一看这个老年好，啊，前面的运好，后面的运不好的人呢，这样的人呢，信佛的少。信佛人大部分都是小时候不太好。 年轻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中年的时候比较好，晚年都比较好。这个运势往这样走的人，一般这样的人都比较善良，并且是修行的。这个运势年轻的时候好啊，晚年不好的那种运，那种人呢，很少这样的修行的。那有些是佛菩萨转世，那是例外啊。普通的凡夫大部分都看得出来。 那当然，我刚才说了啊，有些佛菩萨转世他是有例外的，他不在这个范畴，他不受这个五行控制，所以说从八字里看不出他的命运来。啊，有些修行修的好的人也能转化。